钟丽缇穿30000元透视装现身，浑身珠宝十分贵气，俩女儿个子超高挑。近日有媒体拍到钟丽缇带着两个女儿现身机场，一家三口都戴着口罩，只露出眼睛，不过也挡不住一家人的高颜值。三人站在一起可以看到张思杰和考拉的身高已经赶超妈妈钟丽缇，可谓是女大十八变。当日钟丽缇的穿着打扮十分时尚，里面穿了一件绿色的吊带，外面穿了一件灰色的透视夹克衫，下半身搭配棕色休闲裤，整体穿搭相当亮眼。她的耳朵上戴着闪钻的耳环，手上更是夸张地戴了4个珠宝戒指，相当贵气。当时钟丽缇正和二女儿张思杰说着些什么，小女儿考拉在一旁背着书包，低着头，用另一手握着自己的胳膊查看自己的伤口，在她的左边胳膊肘上面贴着一个胶布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受伤了。张思杰和考拉在高清的镜头下依旧非常好看，两姐妹的风格完全不同。考拉穿着一身黑衣黑裤，头发染成了绿色，看起来有点酷。而张思杰的头发则是黄色，穿着露脐上衣搭配超短裤，露出一双大长腿。14岁的张思杰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钟丽缇此次现身机场，身上穿着的那件透视装看似平平无奇，其实价格十分昂贵，官方售价在30000元左右，可以说是相当阔气了。其实钟丽缇作为母亲来说真的是相当合格，钟丽缇从小就对女儿们的管理非常自由。她允许女儿们染发、化妆、穿时髦的衣服，这种选择是对女儿们的尊重与理解，正是这样的教育下，两个女儿变得自信又大方。